Hello，朋友们好，我是芳芳。刚才做了个核酸，现在骑上车子去我公公婆婆家。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过去那个吃饭了。今天这个娃们又说想吃火锅，你看还是阴天嘛，对不对？娃娃们又说想吃火锅了，吃火锅暖和点。妈，喂妈。没事，帮忙管。这不是董学医师吗？哦，就拿个袋子来。哦。拿个那个牌子。不用这。手洗了。哦，拿完没啊？你洗吧，你洗吧，就在这里头洗吧，婆婆。这是洗的。哎，爸爸上回来了，回来。冬不久。吃准备啊。哦，你洗吧，你洗了洗到这里头就行，洗的就弄到这里头。这你挠挠的，你挠的你咋挠挠了？今天烧吃这样？不吃，今中午不吃这，我洗了就放起来了。搁一斤多，搁了50块钱。是。羊肉，还要搁呀？我说你冻在锅，冻在回来毛毛唧唧的，我都搁。他回来就不用着急。你都点了吧？洗了这天才买八毛去。这一个还得洗了吧，不洗。好洗啊。这放巧就在这了了。嗯。或者再睡袍还是住呀？住一住就行了，不收了。哪有？你别管，你别。快些吃。哎呀，一切开就天天吃呀，吃不了么子，喜欢做两天再就吃呀。哦，这自家种好的，它也不上肥料，也不咋的。哦，艰苦。哦。那你买的也浪费啥呀？腌好了，没地方腌了。腌好了，在表面煮的。在楼底捞完菜嘛。哦，腌好了。那就有也是很厉害，把我这个小乖乖了。嗯，咱现在管子哈头也得上了。管子是压的了。啊，这个压的哈头都还拆了。嗯，啊，这管子里头是泡好的豆角，也好吃。啊，你把它切好丝丝，烂哈泡菜。你把这个扁豆都装做到这里。嗯。啊，没拿吃过这腌啥的，还好吃。捏哈一根，捏哈一根。今天就能吃？能吃，早就能吃。是芥菜的吗？水菜菜吗？不能吃，算了。啊，现在老好吃，哦，就好吃腌的海菜。你把这捞上点儿，回去拿辣椒来一来，回个得撕了，这豆角没撕。关键这我也吃不到豆子，就吃到一点点。为你捞上去。啊，刚拿完了，捞。好吃。嗯。你吃完饭都喂一个喝的。哦，就要一个辣的呀。那你把这个了。这不是煮出来西红柿。这都辣的吃就香了
么饭？哎，爸爸不吃辣的。咋就不吃了？可辣些了。洗澡走的吧？洗了呀，一回来就先洗手。这是佛那些西红柿，辣外啥葱，经常一锅都好了的。哦，佛说就行。就这就行了。啊，你还要要啥呢？再说这些木耳就刚好了，蘑菇。没泡沫。没跌，这能坏的了。啊？一楼坏的了，还没拿好了吧？又跌了。又来。这两个也有，这是芝麻酒啊，那是花生酒啊，一直没是两种白白的一起了的哦，挂这个芝麻酒发苦啊，知道的吧？再买散的最好算了啊，再一瓶熟啊，讨厌，嗯，酒液，酒液，章鱼事业。酒花酱，没事的嘛，就我给你都挑到这就行了。哦，我就没拿吃出来。你说你要吃还吃不出来？我以为挂芝麻酒了。酒豆腐没了。还要酒豆腐啊？嗯，没了，算了，不用要也行。哎呀，这是水。哦，水跟那是把这个先卸开，把这菜端到茶几上去吧。不到了。哎呀，这趟的油人就贵了。这张也煮进来的，嗯，煮好一会儿就煮起来了，你要不进就煮不起来。这个里头是什么？啊，豆腐也多煮一煮好，哦，豆腐多煮一煮有味儿。那够，够这两个。这两个拿手高豆腐，哦，拿过来我捞完。上江的，回来的。上江的，张好好爸爸回来的。嗯。这猪要吃了啦？哦，50块钱的肉还，这不是张好好。好。嗯，好了，开饭，开饭，吃多少要多少啊，不要浪费了。啊，你吃吃一个吧，反正有些吃，吃点。哎，你要了，你拿哪个碗呀？你拿小碗呀，大碗呀？给你也拿个大碗，大一点。要拿个小碗就行啊。小碗就行，你包出出几个？妈，给你这个。嗯。从俺小三学学要了吧？嗯，行。行了。啊，谢谢。嗯。他在他学的读书，你看他一留他两天。嗯。还搞这一半当初。在家里放的，你妈子炒那些菜都用了呀？还有几个？茄子什么腌萝卜？哦，白菜没拿切着呢。白菜子你没拿切？哎呀，妈就把这表发了。别大姐，你都切了吗？切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哎呀，就这一段。哎呀，我也以为就这一段叶子吃了吗？不行。就得切小了吧。我咋地了？我咋地吃了？平时吃也没拿注意，一下子都来的。
记得也是去更多的沟通嘛。像都你看，欧姐一般是在的。啊，这个从中间来写的。哦，娃娃村不就在去了？哈、哦、哈。问妈妈这年龄不知道去了，哈，这估计没了，这父亲还老你了吧？父亲了，来来来，写哪里了？错，想到他不是，直接他就会去了。不是，我刚看见妈妈闹，我还以为就外头吃了嘛，我还休息妈妈了，妈妈休息，我休息他。啊，再可闹鬼了。你们说不叫不叫你们了？没好，我还闹不好。哎呀，你奶奶知道你们好处在？哦，知道他俩好处放巧的，因为他俩有好处。嗯，吃吧，注射了吃。